像他说的这个极端的情况挺少出现的。其实你今天来除了主持还要做策划是吧？主持人和策划。要求薪资多少？薪资12K。12K。你有没有去影视公司或者是节目制作公司投过简历？现在没有。没有，为什么不去投呢？我比较倾向互联网企业。来，第一轮选择绪口令。还有七盏灯。天生我有才。舞蹈。对。当褪去光鲜外表，当我卸下睫毛膏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音乐一响，我一跳舞的时候，我就是特别有安全感的。只要音乐一响起，我就是非常的释放。我怕你